我们现在到达了这个登云别院，那它的路口应该是往这边上去，等朋友的消息。登云别院，哇，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总算到了哈，不知道，可能在上面。哇，好听话，哇！上面还有啊，哇，好壮啊！是不知道的，他们养的。哇，这上面风景很好啊！我们的小黑子也到了哈，啊，还扛了物饿，大活啊！重不重啊？挺重的。是有点重。哇，小氛围还是不错的。这地方主要来干嘛？是玩吗？啊，就是玩。对啊。啊，做咖啡的。这个，我这个朋友是非常喜欢自己做咖啡的哈，所以说这些咖啡的器具啊，等等让他演示一下怎么冲泡一杯逼格满满的咖啡。感觉好像做咖啡挺难，好像这样看完感觉好像很容易。这个朋友告诉我这叫快冲，我洗胶卷的。现在这样，等它滴完我们就可以喝了。品尝一下这个，看这个色泽，色泽这个还是不错的哈。闻过去感觉一股中药味。仿黄连漪刷新，起步价正在上升。就这样喝吗？慢慢品尝，慢慢尝。老板给我两份奶，两份糖。我们再品一杯。哎，没看到，我们在室内，飞屋啊！我们现在在室内哈，这个玻璃还是有隔挡的，飞机在外面，我们现在在室内，5.8G 的图双飞，对不对？居然没有问题，太牛逼了！哇，继续喝我们的咖啡。我的安全，大家千万不要像小黑这样作死哈，一定要在室内飞，为了不在外面风吹日晒的啊，对不对？大家看到这底下，哇，碧蓝的湖水，而且湖面上有很多电线呢。哇，切换到 FPV 摄像头，果然逼格高高哈。它有两个摄像头。对，有两个。哎呀，风太大了，上面风速较大。风速呀，完了，没信号了。哎呀，此时心情怎么样啊？我飞机没了。Ever since I left the city, you
started wearing less and going out more. Glasses of champagne out on the dance floor. Hanging with some girls I'd never seen before. 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And I know when the holiday.哎，这个色轮是什么东西啊？难道咖啡？咖啡风味的。有没有看到这墙上还有一个这个咖啡？我们看过去好像调色的这种色轮，有没有？这个分为两种，一种是湿香，一种是干香，然后它会呈现出来的味道。你看它有啊，每个不同的。哦、然后焦糖有木炭，或者说有焦糖啊，对，喝出木炭味。对。木炭味就焦掉嘛，喝一杯咖啡这很多讲究哈。对，这个专业的领域我们还是不碰吧。这边有什么焦黑呀、焦味呀什么的，就从这一大堆的咖啡里面都会有展现出来，不同的豆子有不同的风味。哦，原来是这样。好，我们想一下晚上去吃什么吧。今天晚上带你们去吃一家非常好吃的石锅鱼啊！怎么样？哇，太棒了哈！石锅鱼，整个吃不腻，整个这个都是石头做的，太有意思了。哎呀，我们大侠也来了。这个店虽然不会很大哈，可是。这个鱼非常好吃，所以说我们经常这个小的聚会会来这边，大家朋友都在一起，还是不错的，推荐大家来哈，这个味道很棒。大家看这鱼肉要煮一下啊，要先煮一下，我要拍一下这个鱼肉，要先煮一下，让它，然后大家看这鱼肉是不会霉的，是很脆很脆的，哇。哇，你看这鱼肉是不会霉的，夹不断的。我为什么喜欢吃这家鱼，是因为它的鱼刺很少很少，很好。鱼刺也很好，而且它的鱼皮很厚，富有非常高的胶原蛋白。告诉你们在哪里吧，像我手指的这个方向是闽江大道，江滨大道这边，前面就是那个金山桥了，然后呢，在正前方这边就是红山桥，知道吧？哈，红山桥这个路口的这边，你没看到？石锅鱼，就是这家，非常好吃。